好漂亮哦，很恐怖哎、欸，智慧。部落里面的一条古道，猎人古道。Hello， 他不跳过来。你干嘛把草吃了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首次以登山客姿态走这条路。哎、欸，观光客。哦，观光客，我刚刚说错了。山的起点，今天的玉山竹北下午天气很好哟，有一点点像枪越野。